日是你父亲五十寿辰，这么大的日子你就带着一坛酒？你那里倒还真有一样东西是为父一直想要的。甲等影卫影石，求开生死局挑战阁主之位，还请阁主应战。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本君便依照影阁的规矩，应下影石的挑战。胜者生，败者死。这第三杯吗？就敬我那真心错付的娘亲。可怜他儿女情长，付出一切却所托非人。玄儿，你放肆！我放肆？父亲，今天是你的寿辰，可也是我母亲的忌日。怎么还不见醒啊？我来喂吧，你先回去。不是为了挽留，那就只再见就留。